大家好，我是郑志伟。啊，今天来到我们风华整形外科诊所，为什么来这边？人家说哦，就是来把自己变得更帅、更好看。接触过很多医美诊所，我曾经一直要做我的这个双眼皮，要缝这双眼皮，但是问过了很多朋友，他们一直强力给我推荐。风华有一个高医师，听说他做过数千数万个双眼皮过了，听说他技术超好的，所以我决定把我的双眼皮就交给他，希望被他做过之后，我的眼神可以炯炯有神，让我更帅气，你们更爱我。救命！真的看不出来吧？你看，你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双眼皮非常的自然？已经缝了超半年了。我一开始缝的时候真的很不习惯，所有的周遭朋友都在笑我，说我是上下眼袋很明显。可是我最近大家看到我完全都不觉得什么，大家忽然间说：“哦，志伟哥，你的眼睛好漂亮哦。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但是我很勇敢告诉人家说：“我这是缝的。”大家看到之后，每个都非常欣赏，都觉得好好看，都问我在哪边缝的。我说我有一个医师很棒，他在风华。我自己有时候照镜之后，看到自己的眼睛之后，都觉得自己的眼睛好明媚，真的非常的亮眼，整个眼睛都开了，整个人世界也都变光明了。那高医师哦，帮我缝这双眼皮，我觉得哇，我真的好荣幸，我也好心意让他帮我缝，谢谢。